他的朋友说，农民的女儿在家里面，一个人独自照顾小孩，每天都在家里面工作，工作到晚上才回家。那个邻居说，那个我那个我眉毛就有点淡。 就去把它做了浓一点，那个子孙威旺。他的朋友说，浓眉才能够子孙兴旺，于是趁过年回乡前，到深圳一家美容院，花了1000多块人民币纹眉。没想到眼睛周边出现肿胀跟色素沉淀。我就痛了一个晚上，那里撕，等那里打吊针，打了一天打两天，两天之后，昨天就变成黑黑的。 像黑的。好好的眼睛弄成熊猫眼，美容院却辩称可能是他出现过敏反应，但媒体一问才发现更惊人的真相。我也有研究知道，就是现在没有放下来，还没办下来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还在生办当中。对，现在过年了嘛，他们那里也放假了。美容院无照经营，后来被主管机关查封，这名妇人浓眉是有了，但是熊猫眼却害她不敢回乡见亲友，子孙还没望到，自己先破财毁容。记者宋可报道。